我承诺，我会用我的生命来疼你、爱你、保护你，直到永远。只可惜，这个人不是 Peter。女人有义务来追求自己的幸福。你老婆就幸福了，要什么就给什么。 养成坏习惯，都是大人的错，都是社会的错。这是我之前用过的分离书，你只需要把你的名字填上就好了。你可以提出分离啊，吓吓他。你的伴侣要怎么办？那孩子呢？要怎么办？重要的是，我们又在一起了。现在你电话有个男人在想念你，又让我发现，你叫我怎么相信你？你要我怎么说？你要我怎么办？你的恩。 你要搞清楚，在这段婚姻里，Evelyn是你的队友。其实Peter他回来了，我也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